获得2016年金葡萄网络剧最受欢迎男演员的是徐海强。重生之名流巨星中，风景的饰演者徐海乔在剧集上线之初饱受非议，但最终他以200%的努力，凭借对角色的深入理解成功逆袭，演绎出了一个颜值情商双在线、毒舌自信又傲娇的风景。徐海乔也因此收获了书本、观众以及原著作者的广泛肯定，全本无数。网络剧最受欢迎男演员徐海乔。好，恭喜徐海乔，有请领奖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恭喜徐海乔，来，徐海乔给我们讲几句话吧。谢谢两位颁奖人，谢谢。首先感谢孤独传媒给我这奖，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惊喜，然后第二个惊喜就是，哎，走了，就刚给我颁奖的那个饶俊，他是我师弟，然后是上戏的师弟，但是其实他来给我颁这个奖，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记得当初我是正好在一部戏的片场，那天转景到一个垃圾站旁边。我坐在一个特别热的一个车里，然后饶俊发给了我一个剧本，就是《重生之名流巨星》的风景。当时我脑子也很乱，也没有时间在看那个大纲，然后饶俊跟我说，说相信我，你来演风景，然后一定会非常棒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很感谢我一直的在后面的一个小伙伴饶俊，然后还想感谢一下唐丽君女士，然后唐姐姐把那么好的风景留给了我，感谢我背后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团队，还有你们后面那一排，有你们在，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谢谢，我也爱你们。喂，海乔，海乔，海乔，我觉得今天其实在现场有那么多的粉丝，哎，粉丝们，你们应该会有一个 slogan， 会有一个口号，对吧？就是海宝们，你们在哪？啊，对。好，我觉得这样子吧，因为其实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我真的要帮他去争夺一下他的一些这个做主持人的非常少的一些权利啊。我吗？对，因为我知道你在后台不是一直跟我讲说你很喜欢我能从这边下去吗？去抱一下啊，去抱一下可以吗？是这样的，没有，我知道，对，因为今天有特别多的海宝在我们的现场，还有更多的海宝在这个手机边或者是电脑边在看着我们这个现场。如果是拥抱一下的话，我真的很担心我自己的安全问题。那这样吧，就是我斗胆，就是想代表一下海宝们来跟海乔握一下手，可以吗？啊，不可以啊，连握手都不可以啊。没关系，他们都很大度的。对，我这就是你们的手啊。啊，谢谢谢谢。其实我也可以算是有点够资格的海宝了，因为在你演那个刘笑脸的时候就很关注你。哦，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一起对给海乔加油好不好？也希望看到他更棒的作品。谢谢，好，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个握手你们没意见了啊？好，哎，你们怎么都静止了？来，我们再用掌声来祝贺海乔，谢谢，谢谢海乔，谢谢，恭喜，啊，兴奋了，好幸福的时刻。